欢迎来到穿越康熙。今天我们穿越康熙要聊的就是所谓的花系列。对，当年哈喧腾一时，每一部戏呢都以这个花呢，有时候是开头，有时候是结尾。这个花那个花那个花，或者花什么花什么花什么这样子。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，玉林哥那个花系列是怎么样？就是比如说这个主题是菊花，然后就演一段是吗？就是说菊花系列他就演了一阵子。对，他有时候比方说叫做太阳花，太阳花，然后就演一段啊，或者是什么玫瑰花系列之类的，但是呢，那个花就是一个象征啊。通常那部戏呢，会以这个花，因为每种花有每种花的特质嘛。比方说牡丹就是代表富贵，是啊，那个玫瑰代表爱情啊，所以呢，通常有点相关呐。好，就是用这个花的特质来带出这个女主角啊她的一个个性的特质。那所以每一个系列都有一种代表的花。对对对对。那会不会把所有的花都演完？没有演完，还没演完。我印象中牵牛花就没有用过。哦。菊花好像也没用过，没用过，那时候不流行嘛。对对对，但是呢，这个当时啊，它算是紧扣时代脉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主要都是这个家庭啊，哦对，婆媳之间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两大特色嘛，要么就是婆媳嘛，对，还有就是会常常女主角会生怪病嘛，对，要不然就是譬如说老公外遇。这种情感纠葛了，这个算是都比较这个激情，这个激有两个字，激动的激，跟激情的激，啊，激情的激，对，就是既激情且激情，哎，对呀，所以引起很大的轰动啊，就是大家会从这部戏里面呢得到满足，因为每个人的家庭里面呢。程度上的不同而已，但是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。对，然后里面的这个坏人的角色，最后一定会遭受到惩罚。对对对，那是当时新闻局规定的。对，会有一个不好的下场，就是告诉大家拍了五汤碟。对对对，他那个很多那个我们剧中的男女主角呢，都也来上过我们康熙来了，然后呢也都引起很大的回响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算是花系列当家女主角啊，张庭。在康熙来了的精彩 VCR 看戏，我们的客人有的时候她的美丽超过了，几乎超过徐熙娣小姐，你就会有点没有安全感吗？那要看那个来美丽到什么程度。对，有的时候我知道你只是在客套而已，我自己心里有个底。可是今天的来宾确实是我自己打从心里觉得她漂亮。我们欢迎张庭，欢迎。大家好，哎，你把脸放在旁边去，我看看。哎呀，我最近有点胖了，不要担心，我很瘦。这样有一样大吗？哎，不公平！他故意最后哎，观众看得出来吗？心机太重了，他居然那么多，差不多吧？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吗？对啦，我没有比较胖很多，没有，真的。哎，徐熙娣她有酒窝，有。你怎么没有酒窝啊？我打电话问一下我妈哦，这问题太伤人了吧？然后她眼睛很大，是，而且皮肤很好。你也皮肤很好啊？谢谢，我就在等你说这句话。今天陪张庭来还有一位，我们欢迎林伟。欢迎，你好。你看过他演戏吗？有。是演哪一种坏男人吗？是属于他也是属于那种就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爱我？我们之间就没有可能吗？真的假的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是这种型，你会抖嘴唇吗？我觉得你演的不好。他演的是很深情，没错，但是他喷口水。真的要喷口水啊？其实那个时候的戏对白都很长了。只要一激动起来，你没办法换气的，变成那个口水一直累积，一直累积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时候就是。都是很近的，而且我们导演都很喜欢，就是两个人靠得非常近。你想想看，都已经到已经快要接吻的镜头了，已经靠那么近，根本没有焦距的，然后要讲那么大的对白，所以他都常常喷我满脸。我现在知道我皮肤为什么这么好。你为什么不爱我？你为什么不爱我？你为什么不爱我？你认为林瑞阳演戏比较夸张，还是林伟演的比较夸张？我觉得马景涛应该是第一。谁提到马景涛？林瑞阳，我站起来，我觉得马景涛排他第一名。可是林瑞阳先生也没有不夸张哦，他很喜欢我觉得他好像很喜欢抖人家肩膀，对不对？然后什么叫抖人家肩膀？其实他演戏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我现在跟张国立拍戏，他每次看到我，他就这样。来，你出来。
你是林瑞阳是不是？对，假装你是萧蔷好了。萧蔷。那巨蟒，巨蟒是什么？我要培养情绪。就我不爱你好了，我不爱你，不爱我好了。因为什么不爱我？你现在模仿真的吗？他会这样甩人肩膀，说：“你为什么不爱我？”一直那个干嘛？因为他会这样吸嘴巴，这样。我们现在这么没可能吗？他会吸那个嘴巴。你们俩为什么？因为兔宝宝牙齿要吸嘴巴。我不知道他是逼不得已去吸，还是他知道他会吸嘴巴。他会吸啊！你们有拍过戏吗？你没看过罗志祥模仿他呀？有，超像的。对啊，你好。他看到我的时候还跟我道歉，说对不起哦。张庭，你不知道林瑞阳吸嘴巴，那是天底下还有谁知道？哎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觉得他好厉害，我只知道他龅牙。我不知道龅牙。哎，所以他私底下并没有特别爱吸嘴巴吗？没有，我没看到有这种动作。嗯，所以那像只是拍戏了，我想。拍戏其实蛮好玩的，就是在很长的镜头之中，如果我流汗的话，在他讲对白的时候，对，另外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可怕，就是说。这个镜头拍不到大概三秒，他是满头都是汗的。对，满头。因为拍戏要收音嘛，变成冷气啊，所有地方如果在室内的关掉，然后那个时候都是因为对白长，都是长镜头，只要一演起来，我开始从这边。对他一激动，你们拍戏冷气要关掉。对，有声音，热死，有声音，所以变成然后灯又要打在那边。对啊，所以你们很幸福。后来就我把它解决掉了。哎，因为你怪罪我，对不起，演一下，来，请坐。你有什么剧情吗？没有，你们刚刚哪有剧情啊？不然把接吻，你没有讲话，是张庭在讲说。没有，我知道了，把接吻改成那种就是，眼睛恶心的，对，然后就是看着。所以是谁在晃谁的肩膀？我晃他，你晃他的，你要当导演 action 啊！五四三二 action。告诉我，属于我的太阳在哪里？太慢了。再一次啊！你要再讲话的时候，我要搭戏耶！你这样子，来再一次。那问你什么？你要第二句，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告。啊，等一下，停下来了，停下来，我对不起 ，OK， 是我错，是我错。导演刚才那个演法 OK 吧？很好，非常好。需要再煽情点吗？要再煽情点，尤其你的人中很会演戏，请尽量发挥。OK， 我培养一下。你要战斗。五四三二 ，Action！ 哈 ，Action 啦！你在干什么？告诉我，属于我的太阳在哪里？告诉我，告。怎么了？你要中风了？你要中风了？没有，我觉得停下来那个 tempo 太好笑了。OK， 如果嘴巴被堵住，应该比较自然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 ，OK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害羞？你很怕徐熙娣吗？没有啊。你有没有被那么小？真的？真的？很顽皮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他好恐怖。像刚刚那样的吻戏，你还自然吗？不自然，特别尴尬。可是我跟林蔚吻得不错啊，东吻吻，西吻吻。他吻得还不错啊。是吗？所以你因为我们有技巧呢，所以有时候导演会说你们太假。像林蔚每次吻我的时候，他都是这样的。比如说我要吻那个西蒂的话，他一定是这样子啊。不是，静电，不是静电啊。就是手一定上来，然后就开始就一直咬自己的手了。真的假的？就好像在清洁，在咬自己的手。对，我的手就盖在他的嘴巴嘛，然后对不对？我们以前都这样。示范一下怎么弄。手放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我就一直亲我自己的嘴巴。那大拇指挡在前面，然后对啊，那是不是很自然？哦，所以你们原来演吻戏都是这样演哦，还是说只有你们俩知道这个秘密？我不晓得，只要导演要看得到上下唇。接吻的话，我们就不行偷。天哪！只要不看到的话，我就是他，就是把他的手放在我的嘴巴上面，然后。所以你长期都在吸自己的拇指。你练得炉火纯青了。你这样万一误导在亲，万一误导现场的工作人员，他们一直以为这是真的接吻方法，又没回去每个月都跟情人一直这样吻。你也误导了很多次，也关这个啊。
哎，这一招蛮厉害的。对，所以就抱住他脸，然后就把这个按着，然后就一直狂吻自己的指甲，所以以后要在上面擦什么巧克力什么。所以你跟林瑞阳大哥的应该就是没有靠大拇指吧？应该就是直接大肆的舌吻。我跟他演的时候就是拍戏啊，我们拍的那个年代好像没有床戏，没有那个吻戏。可是你们俩是因为拍戏而相爱的吗？我那时候蛮怕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挺大牌的。哦，他那时候已经是很红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你是刚出道。他那时候应该算非常红吧？他说他蝉联过12年的那个最受欢迎男主角。他自己这样说。对。12年很长哎。确实啊。什么人会跟女朋友讲说，我蝉联了12年最受欢迎的？什么情况之下会这样讲？圣诞节吗？情人节？就是比如说像现在我得意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那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告诉你，我蝉联12年了。哦，就在弄压一压你的气焰这一种。他后来是做了什么事打动你呢？就我拍戏的时候，他常常问我你有男朋友，或就问那些有的没有。那我觉得那很正常的，就我就不知道他追我。后来拍完戏之后，我到内地去拍戏嘛，然后他通电话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说，他这好像没有人知道，就。他跟我讲，就是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，我是模特儿，然后那时候我的男朋友是别人，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是在哪里的，中式哪里哪一个摄影棚，然后我穿什么衣服，就已经是非常久，就他当时他认识我的7年前，他告诉我7次，我在录什么戏，什么什么什么地方，然后什么哪里的摄影棚，我才发现这个人注意我非常非常久。天哪，整个感觉非常的变态。他可以埋伏7年都不动声色，因为我没有跟他合作过，所以他就一直这样爱你，爱你爱那么久，然后都没有采取，不一定暗恋吧？也许是每一天他出去看到每个人回来都用笔记下来。2点半在中式摄影棚，他穿什么？3点穿红色洋装，很难说。跟林瑞阳一个很神的故事是关于算命的，就算命有说过你本来要嫁的人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，是什么？但我也没有嫁给他呀。对，算命本来说你会嫁的人可能是什么？其实不是算命，是许孝顺。我跟他拍戏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他是神棍吗？他不太喜欢，对许孝顺算他。因为哥说我那个什么晚年孤单，真的吗？对，所以我觉得他讲的挺准的，他跟我说。我觉得还好哎，老人晚餐。我觉得他讲，你先讲你的，我听听看。他跟我说，你未来另外一半是做什么行业的？然后他说你未来另外一半一定是做房地产，他对你很好，然后挺富有的，就是做房地产。然后当时后来他追我的时候，我说哎，你不用追我，你肯定不是我将来的另外一半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那个。算命说我将来一定是会嫁的话，会嫁给那个做房地产大老板，不是你，不是你这样。然后后来他就真的做房地产。所以他是为了要得到你去改做房地产？我不知道，这得问他。我觉得一定是。好感人哦，许孝顺还好，许孝顺没有说他是开太空船，不然他就得改行去开太空船，不知道忙到什么时候去。大哥，他是一个很专情、很专情的人吗？他是一个很闷的人吧，但是可能很多话他会放在心里吧，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。双子座是什么事情一定要直来直往。我有听说他就是你不在他身边，他睡不着，是真的吗？没有吧，没有这么夸张。不会，不是说还要带着有秀你照片还是名字的枕头套？有一年我去内地拍戏的时候，我就送他一个礼物，是我的枕头。然后上面有写诗，就是秀了。写什么？写诗。什么诗？你不要问我内容是什么，我不会告诉你。是你自己写的吗？是我自己写。哇，瑞阳大哥好帅气。我家门前有小溪，就在这位。明天一起跳进去，游来游去好 happy。好烂的诗，好烂。Hello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写这个？为什么？房里我就完全不说话了。那林瑞阳都跟谁说话？跟墙壁啊。他话很多吗？
我觉得他感觉是蛮爱念念念的男生哎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是有时候很兴奋的时候，他一件事情会讲十遍的那种人。是高兴还是说？就高兴的时候，他一件事情会讲十遍，然后你骂他，他会嘿嘿嘿，就是那种很幼稚那样。那还蛮他脾气比较坏，还是你脾气比较坏？都挺坏的。天哪，所以你们很容易吵架吗？我们天天吵架，是真吵还是假吵？真吵啊，吵到会提分手那种吗？会啊，真的假的？每天这样会不会太累啊？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。吵的主题会包括哪些？比如说，有时候我觉得我打电话给你，响一声我就会挂了，我就说你自己打过来。那如果他没有打过来，可能在开会，我就会觉得，奇怪，你是老板，你为什么要开会？你就打电话过来就好了。以前会比较不讲理了，现在我就不会。为什么响一声就挂断？就暗号啊。你先，为什么要搞暗号？为什么不能直接打电话？现在不是一个文明时代了吗？还是要来暗号那一种？对啊，有时候他很，有时候他很多电话，可能他。比如说做生意的时候，他有时候开会他还不接电话，可是响一声他就一定是你，那不就是暗号了吗？完蛋！你今天节目里面讲，他又接到100个响一声的电话。你是，那他如果没有回电话，你就会再打去？就会，我不会，我就不理他了，就冷战，跟他冷战。就生气了，就会生气，然后他就怕，他就会一直打电话，然后。我就会不跟他讲话，因为你生气会不会不讲话？会，完全不讲话。对，完全不讲话，我也不会跟你吵架，我吵不起来，我不会吵架。对，我也不会吵。我一讲话，我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天哪，没用哎。就是你一生气，然后就眼泪就一流一流，就不会吵架了。我是一吵就会开始那个吃字，对，就口急了，那讲不出。你为什么然后就开始出来，说算了，就冷战好了。然后就开始安静的看旁边。下次叫我去看哦。这样他就会立刻投降，落泪他就立刻投降。应该会吧？男生最怕女生哭吧？是，一定是他先放低身段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男生应该这样的嘛。他这个算命算很准。对啊，很准。因为当时的林瑞阳他就是知名演员，是啊，还没有开始做房地产，还没转。然而呢，算命的却有办法预测说张庭以后会嫁给。这个做房地产的，对，那后来没多久以后呢，这个林瑞阳就做房地产，成为房地产大亨。哇，这个真的是蛮厉害，很奇特。对啊，那个以前算命的跟我老婆说，她以后会嫁给巨星，我说不可能啊，她身边就没这种啊。那后来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是制作人啊，没有想到后来应验了，她跟我结婚没多久，真的，你真的是巨星乔洋，对，真的哦，所以。所以这个有时候呢也不得不信。对，那这个花系列，我记得那时候的男主角哈，大家比较印象深刻，像马景涛。哦，对对对，然后激动派的，然后一位是艾伟，艾伟啊，然后艾伟呢，因为就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是啊，然后演技呢也十分的精湛，好，然后在戏里面呢经常有很这个吃重的演出，对，所以呢大家那个一般婆妈来讲啦，大概喜欢的排名前几名大概都这几个，艾薇啊，然后这个马景涛啦，张晨光啊，张晨光大概都这几个。那艾薇来过我们康熙来了，也有很逗趣的演出，来看看艾薇。康熙来了，你有去特别跟制作人什么喝酒啊、攀交情这种吗？绝对没有，所以就是被人家就是赏识啊，对赏识。我对我觉得我蛮运气蛮好的。我妈妈也常常讲，我说奇怪了，从来没看过你跟导演吃饭，从来没看过你送一个礼给谁啊。然后呢，你又常常迟到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找你演戏？所以我妈妈就觉得我很奇怪。真的，我以前有个很坏的习惯，我常常会迟到。你迟到最久记录多久？7-8个钟头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对啊，是睡着吗？还是对睡着？累到嘎戏，累到睡着吗？其实那个时候自己比较，我觉得比较叛逆，不是叛逆，不负责任。没关系，我今天去熬夜打一场麻将，明天一样拍嘛，就最多熬个24小时无所谓，36小时我熬得过。哇！可是有时候因为打了牌以后，可能是3点多就结束了。对。那想说，哎，第二天早上通告8点，还有2-3个钟头可以睡啊，就眯一下好了，一眯就眯过去了，就眯死掉。那当时没有办法叫醒，就是应该可以打电话去你家吧？
打电话叫我家，我就没有接电话，就根本是睡死啦。那到现场有人敢骂你吗？还是说大家也都怕你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当然还是迟到七八小时，应该已经是很大牌的时候了吧？也不大牌啊，不是大牌的问题，这跟大牌还迟到那么久，对，跟大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然后还可以接到那么多部戏，对 ，Why？ I don't know。那时候就是你跟马景涛都是最红，就是都是对啊，这个那个年代吗？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拍一部戏，名字我忘了。那个时候制作人是林伯川，本来要找马景涛演，或者是我，他在选。然后那个时候，他听到耳闻说我的那个太会迟到了，后来我就第二天打电话给我们那个制作人，他就是制作人，我跟他说我有事情要跟你约一下，谈一下。后来他跟我约好了。哦，第二天我就跟他讲，我就跟他 guarantee， 我就说保证 guarantee， okay, I'm sorry， 我只要迟到一次，你就扣我多少钱？哦，我说我对这个角色很有兴趣，演一个律师，演一个 lawyer， 哎，漂亮。那我觉得，那马景涛不是超不爽的，一个搞小动作啊，偷约。我没有搞小动作啊，我只是告诉他宣示他的诚意，我的诚意啊。可是你就偷约他不好，偷约他吃饭呢，偷约制作人吃饭。没有去吃饭，直接在他公司跟他见面的。一定要竞争，你要显现你的诚意，就你要争取这个角色。应该我也没有说马景涛不好，我也没有说什么，我只是告诉他，如果因为我的迟到，你要选用别的人，我可以给你保证，我在这一部戏我不会迟到。如果我迟到，就扣我钱。对啊，如果现在有制作人，那你再去选嘛。我有一个角色要考虑蔡依林或者是徐熙娣，可是因为徐熙娣不愿意露，那你就到他办公室，然后。搞小动作嘛，表现诚意啊！可是马景涛一定万万没想到你会杀去人家办公室啊！我只是说你要撇开我的迟到这个缺点 ，OK？ 那我也给你保证了，那你自己再去思考，觉得这个角色到底是适合他还适合我，你再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决定。所以你当时最大的竞争者就是马景涛吗？还有没有别人？有啊，刘梦生啊，刘德凯是，刘德凯是不是？刘德凯那个时候他太红了，他不是我的竞争对手，他是我的，等于是我们的前辈吗？前辈啊，他当然是我前辈啊。刘德凯是你前辈。刘德凯红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就是是的老爷。等一下，他演老爷是不是刘德凯？他没有那么老啊，他为什么演老爷？秋水长天的时候红到不行啊。哦，所以你比他晚一期。晚很多，晚很多。对，他红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只是真的就是是的老爷的那种角色。那寇世勋也是比你们早更多了。寇世勋也是跟刘德凯一起红的、啊。OK。哇，那你们那我们同时间的就是，沈梦生、马景涛、林瑞阳，好多、哦，这四个是最竞争最激烈的。林瑞阳，你很难演得过吧？我演不过。你会林瑞阳那一派的表情吗？我不会。其实他那个表情我会觉得我做不到，我也很佩服，因为我觉得那种演员更强。我觉得像马景涛跟林瑞阳这种演员，其实我觉得他的能量比我强。所以你去演戏的时候，从来不会有导演喊出来说，演到像马景涛那个样子这种。我为什么这样讲，知道吧？因为那种演员他必须要催眠，催眠到极致才能够演出那样子的一个 action 出来。怎么催眠？那就是很女演员都要催眠自己的。你也会吗？我要会。什么意思？上场前先告诉自己是谁？你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你就要催眠，就是说我要演这样子的一个个性，我要演怎么样，要怎么样，怎么样。我很爱徐熙娣。即使我私底下非常讨厌你，可是我还是要催眠我自己，我的眼光露出来就是要爱你，很喜欢，很热烈要追求你，这是一种，我觉得我会，别人会不会我不知道。所以你每次自我催眠都能成功吗？几乎都可以。没有看到女演员当场就醒过来说，这太恶心了，实在听不下去。那也没有办法。所以你当时有跟林瑞阳或马景涛闹不和吗？都没有。你们有没有那一套什么王不见王这种？还没有。你们可以出现在同一个戏里面吗？我们那个时候都是非常好的朋友，四个人真的会约出去吗？常常出去吃饭喝酒，他们不打牌的，这三个都不打牌的。啊，可是你们是竞争者的关系耶，你们一起出去玩。那个时候我们真的非常好，非常要好。虽然同是竞争者，都是制作人要圈选的对象，但是那个我觉得那个时候反而是最快乐的。就后来怎么闹翻的？没有闹翻。好像警察突然间冒你一句，好厉害，而且他非常的温柔讲这个，聪明啊！我还以为会跳出什么。你如果去，你的戏适合给小孩看吗？当然，他看爸爸嘛。
可是你不是看戏吗？只是快转到艾伟说这是你爸，然后就 maybe I don't know， 我不在。可是你会一直跟女明星有亲热的啊？他有无所谓啊？小孩不会觉得尴尬？有啦，像我小女儿有时候会，那个时候还小，可她现在长大，她懂了，那是我的工作嘛。所以她小的时候会怎样反应？会跟妈妈讲啊，那奇怪，爸爸怎么跟女人干嘛干嘛干嘛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她分不清楚真跟假嘛。小孩子很天真的嘛，他会觉得说，哎，奇怪，怎么爸爸会这样子，爸爸会那样子？对，还小，等有一天你们当爸爸妈妈的时候就知道了。所以将来要把你摸男来宾屁股的剪成一个专辑给你小孩看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一边落泪说，那是妈妈的工作，我为了要赚钱养你，我就哭。就然后当时我就在掐那王力宏的胸肌。到时候你就出来帮我解释一下。你是电视史上唯一一个女主持人把捏男生臀部跟胸部当工作的吗？别人没有附带这个赠品。有假公济私的嫌疑。对。对了，多少是有一些了，可是小孩不需要知道那么多。拍的亲热的戏里面，最喜欢跟哪个女演员合作？我喜欢跟席曼妮合作。为什么？感觉吧，就是一个默契，一种感觉，就是说，有些人演戏不是那么的真。哦，就是我觉得一个艺人来看的话，就是我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训练班被老师训练的感觉，就是说会哭不见得会演戏，嗯，对不对？就有的女生是很会哭，对不对？可是不是真的嘛。哦，我可以感受她不真嘛。所以席曼宁很真。很真，对，她演戏蛮真的，就是说你会感觉她是一个很投入的这个角色里面，这很重要。你有碰过不投入？我也很喜欢跟陈莎莉姐演戏。哇。对，她就是很真，让你感觉到这种，比方她抱你那一下啊，那母子的感觉，因为她的一抱那种真，可能别人抱我不会眼睛湿湿的，可是因为她那种。那种感觉，就眼睛哇，那种受不了，那眼睛就哇哇。那萧蔷呢？萧蔷啊，萧蔷我跟他合作很多的戏啊，嗯，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。萧蔷对艾伟的评价可不止这一个呢。哦，是吗？嗯。其实我一直因为第一次拍戏那个吻啊，让我觉得很恶心，所以我为什么？我觉得舌头是用来就是它味蕾啊，品尝食物的味道跟说话，不是用来接吻。这话真的太矫情了，真的。而且又不是说舌吻完你就吃不出东西好吃来了。好，问你第一次跟那个男演员他是谁，让你这样子这么挫折？可以讲吗？可以。寇世勋啊，艾伟。我也在想，艾伟啊，他怎么了？他所以他把舌头一塞到你嘴巴里去。对，试戏的时候他没有这样做，可能就是走走位子啊，然后正式来的时候就打舌战啊！天哪，艾伟是这种人哦。他那样吻让你觉得感觉很不好，所以你的第一个舌吻是被一个男演员夺走的，因为没有想那么多。怎么样？是俩公了吗？俩公了吗？其实这个事情我在大陆拍戏的时候，因为中间我们可能我装了小耳朵，就有人问过我这个事哦，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记错人了，记忆渲染，不，他记错人了，不是你，不是你啊，我觉得不是我，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你不太。会把舌头伸进去？不是不会，我刚刚讲我不可能，也从来没有过。真的吗？对，是他说的。这个罗生门好像下次要不要搞个两个集三面对？啊，你讲他说的会不会是马景涛？那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可能记错人。但是呢，那个事情我知道。那今天这一段下次要拿出来播。然后马景涛突然又说：“哎，应该记错人了吧？或者沈梦生？”不，应该记错人。因为我知道一场一个戏是拍《爱在星光灿烂时》，他的的确确有跟我一场吻戏，他也的的确确哭了很伤心。那事后我们的了解是说，他跟那个莎莉姐，因为他没有跟我说，的确都是事实。他说这是他这一生的初吻，他这一生的初吻献给了我，所以他很难过。这件事情是正确的，他是这样讲的，是这样子一个故事。我所听到的故事是这样子的。那至于说舌吻，那我个人我印象中没有，而且以我的个人的行为。如果我要亲他的话，我一定是在追求他的过程舌吻，我不可能在戏里面去占人家的便宜。那如果说这种感觉并不是必须的，你当然要尊重女演员。我们现在欢迎萧蔷小姐。
真的啦，那个时候故事是这样的。你要艾伟，你要艾伟教教你，怎么样可以不要碰到嘴唇就亲？可以我碰到啊，我刚才可以避啊。怎么避？上次那个谁教过我们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如果是拍张庭教过我们一个招式，这样子是永远避不了的。嗯，这样子避不了，因为机器这样怎么避得了？你没有踏进到，这样不行。你是镜头就可以了，比方那个是镜头，对不对？ Okay. 我是稳兵，我这样就可以亲了。你干嘛来真的、啊、你、啊？哎呀，又被他这样一次，讨厌。对，你很远。对，你饶了他吧。比方说，我跟那个于小凡演戏，有时候带侧的时候也是吻戏啊。那如果是侧的，一定会亲。如果是拉背的，基本上我们都不亲了。有没有用过那一招，说什么把大拇指按在对方嘴唇上，然后一直亲自己的大拇指的那一招？倒没有。会不会很奇怪？亲嘴巴怎么会有个大拇指塞在两个人中间在干嘛？好像就是捧着脸的时候假装对，然后什么手放在这边？我觉得不需要。现在的艺人来讲的话，不像早期这二三十年前，可能就是说一个尺度还个人的一个想法。我觉得现在艺人不会那么介意一个接吻吧。所以当时萧蔷说把初吻献给你，所以他很伤心，就跑去哭。那你对是这样的故事，这个版本我是有听到的是这样。你有没有跑去安慰他？我觉得这种没有办法用安慰来去形容的，因为他的感受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他觉得，他平白无故一个人生的初吻献给一个不是他最爱的人，当然他会觉得受到委屈，对，这是肯定的。如果那是他的初吻的话，跟你在戏里面接过吻的女生，并没有办法对于艾伟的吻功做出评价，因为你根本没有。假的，吻功要问我的女朋友啊。所以我们下次就要请涂善妮啊，于小凡，他每个人都说有舌头有舌头这样，那他就完超爱伸舌头的，吓死我了。那我真的看了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好，所以从以前呢，就有这种很激动的演法，有夸张派。我刚看你有在模仿林瑞阳的演法，对他林瑞阳的演法，他可能好像就是他那个嘴唇要干一点，然后要这样，嘴唇收上，对，收上，牙齿露出来。刚好我是地产大亨，瑞宇。那如果是马景涛讲同样的话呢？我是地产大亨林瑞，马景涛。要摇，要摇。马景涛一定要摇，一定要摇。然后，甚至我听说那个摇到那个女主角都淤青或怎么样，但是非常激动。用生命在演出的。那个林瑞阳跟马景涛他们其实是有点雷同。其实都算有点激动，林瑞阳演起来也很激动，也是激动。那刚刚艾伟他就是比较就是另外一派的嘛，对对对，他就是不太会有太激动的那种演法，但是当时也是这个非常非常红的，非常红。那不得不提另外一位，好，刚刚那个看到张庭，那另外一个几乎跟他就是对立面的呢，叫做席曼宁，啊。他是不是专门就演那种坏媳妇、坏婆婆？他的角色通常都是楚楚可怜，先楚楚可怜。你说席曼宁吗？对，然后备受委屈这样子，然后呢，慢慢的呢就转成恶婆婆。他是那种媳妇熬成婆，对，然后才开始在报复。对，因为你看到的都是他演那个恶婆婆的时候，而且席曼宁在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在做综艺节目，她算是就是蛮受欢迎的，这个也算玉女型的了。哎，那你不是最喜欢整玉女了吗？对，她如果上节目，等到我们真正有权力决定内容的时候，她已经就是戏剧的哦，不太上节目，戏剧 A 咖的了。哦，然后戏剧 A 咖不是不太上节目，也常上，但是呢就不方便下手，不敢动手，对，太大了，感觉会出事。是是是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《康熙来了》席曼宁的精彩表现。刚刚讲了说你收视45%的时候是花系列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花系列一共有几出？琉璃花、香水百合、七夕花、仙人掌花、太阳花、奈何花，真的都是花。所以你在花系列里面都是演坏人居多吗？你哪能讲过？没有，我猜测。不是，是热心的好人吗？不是花系列，花系列没有所谓的好人与坏人，它的主轴在于女性故事，所以偶尔你会演被欺负的，像《琉璃花》里面，莎莉姐就是一个那种上海式的婆婆，然后是一个，所以她叫祖奶奶，那我是她的媳妇儿，可是他们是外省有钱唐山过来，那我是当地的台湾女孩，然后嫁给她先生，那。他先生，他们婆家就会觉得说，
门不当户不对，可是没办法，儿子爱了，那只好娶了。那我一天到晚就得跪在地上跟他磕头，爬过去叫祖奶奶。哦，就那种很可怜的乡下媳妇儿，然后嫁到那个有钱豪门，那是民国20年代，就也蛮像言情小说的故事啊。啊，那小说改编自玄小佛的。哦，你这个脸能够演很台湾味的媳妇啊。那时候观众都是吃都接受的，所以他们已经不会在乎我的外表，不会再有人说这个人长得像老外，没有人再觉得像不像。嗯，那时候只有请得起请不起，请得起请不起。哇，这句话你要学下来，蛮霸气的耶，大牌讲话你要。所以你有跟制作人讲过这种话吗？没有，你憋了这么多年竟然讲出来。不会啊，因为当时我只有两件事，第一个，我有兴趣的剧本，要不然就是钱对，钱要对，就只有两件事。所以你对自己的演技非常有信心？不是，我非常的努力。因为我有听说你在现场很爱教新人演戏，是真的吗？不会，我只有教过一个，那是我比他更急，我跟他对戏太多，我会。因为我是一个很没耐性的人，急性子。然后呢，我哭，天哪，你要哭八遍，我只要哭一遍，我干嘛跟你一起哭八遍？那我就很急了。哎，真的会很痛苦哎。他因为他是新人，放不开才会这样吗？好，所以你会怎么跟我讲？要先演，先演65%，对不对？先喊 action 哈，然后演80分吗？我是女儿嘛，走。妈，我被强暴了。而且我现在怀孕，那我一给你一巴掌，对呀，你应该要抱在一起痛哭的。没有，我为什么要痛哭？他看起来很烦恼啊。对啊，哎，我刚才哭戏都十足哎。那你要真哭给我看，让我知道你伤心跟委屈，因为你那种态度一走进来被强暴，那我会觉得谁叫你去泡夜店？因为你的态度跟表情，对啊，被你说中了。没办法，我真的很喜欢去夜店热舞啊。所以你如果真哭的话，他在他眼中还是会，你还是前面你还是会觉得他不够，是不是？中式剧场他在戏剧界叫精致戏剧，镜头放这么大，你不哭，一次两次三次，好算了，没关系，你不哭，我拍慢点，你哭，那你就没镜头。也不能滴眼药水吗？你可以滴，但是问题是镜头是这样推，从你半身一直推推推推到脸上，然后你要从没有到有，压力好大，眼泪要长出来就是不能。对，然后你的对手有时候对手很好的时候，你遇到好的对手，你的戏病，比如说这一场的情绪，你单拍你自己，你可能只有75-80，遇到好的对手，他一跟你对上戏，那个就像发球，你来我往。那这时候你马上跳到95，被拉上来。今天陪你来这位是好对手吗？非常好的对手，但是有一点难以控制。那时候我演一个大肚子，我是乡下女孩子嫁给他，那他是个富家少爷，有钱什么的，又酗酒。然后我肚子已经很大，那我们在乡下拍摄很大的四合院，那我因为是比较土，所以穿着土土孕妇装，他抓着我从我的肚子，就戏里面就是踢我。踢我的肚子，可是我拼命抱着肚子，因为我已经怀孕了。那个小孩是长工的，啊，你偷人？讲的又无辜了。对呀，啊，是我怀孕怎样？咱乡下女孩就自己偷人嘛。然后我也不想，哎，你不晓得那一场戏是小孩？我拉出来解释一下。是他的还是长工？欢迎李天柱先生。欢迎。你还记得吗？所以我说，我说曼宁其实根本不需要请什么亲朋好友来，他一个人全部都给他把他历史说的已经忘记清清楚楚，你已经忘记那个是长工的小孩，是不是？我不记得那是不是他的小孩，我只记得他一直踹我的肚子。我只记得啊，全身上下只有那个肚子是假的，其他都真的。对啊，我要踹了别的地方，我就踹到他了。所以我只能踹那个地方。是真的用力的踹吗？不是啦，导演意思是他要打我啦。那他抓着我，那时候他喝醉了，所以他就这样踹啊，我已经跌在地上了，他还这样踹。我感觉李大哥应该也是一个演戏会很投入的人。他是，就是情绪会真的做到很足吗？投入并不表示不能控制。跟失控是完全是两回事。可是你刚才是不是有说他很容易失控？那个不会啊。他最讨厌的一点就是，我们有习惯，因为导演常常要求是一拳，那我们就会有习惯，哎，
这个比如说他们叫一拳、啊，一镜到底了。所以一拳就是一镜到底。比如说你们刚刚蕊的那个台词，导演告诉你，我一个镜头，包括走位，你们要把它演完。然后他包括双侧半身特写上来，然后变单人，所以他一拳里面有八个镜头。OK， 可是不停机的，所以你都要记住镜头跟位置。就为了帮助演员他的情绪的连接，对，所以就是我演员等于是只做一次，然后呢？在中途的时候，导演随时会告诉那个摄影师，现在给我谁跟谁的镜头。现在给戏弟，现在给谁，然后摄影师就会攀过来。所以要示范一下吗？所以我说，可是我基本上谁要演那个摄影师？来，我们就请一台Ford进来。真的吗？那我们是不是要安排一出戏？那你要跟我们一起玩哦，你要知道喽。来了，握手，不要勾手。旁边这个 FB 海，五四三二，爸妈。我决定要结婚了。他是我要嫁的人，他叫汪子权。伯父伯母，因为我不小心让她怀孕了，所以我必须要跟她结婚，表示我会负责。慢一点，师太，你刚才说他叫什么名字？汪子权。嗯。你妈是不是叫宋延秋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怎么知道我妈的名字？你是那个狐狸精的小孩，你不可以跟她在一起。可是，我一定要跟她结婚。妈，我爱她。子权，你快求我爸妈！你看你干的好事。秀女，这个这是天意。是这个臭男人破坏我们的事情。不，你是他。很多这种吗？就是怀，结果两个情人在一起，就他是某人的什么？基本上，但是你不能主动说怀孕啊，因为怀孕就死了，那就花系列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多的关注，后来我觉得我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说他的话题都是很引起争议的。OK， 在那个时代来说，都是那时候比较引起争议的是哪种？像通奸这种吗？再早一点，像他那个跟长工那个就对对对对。哎，像借腹生子是花系列的对来的吗？也是，对对，那个是。所以刚刚哎，女人花对。徐曼玲带我们玩的就是走位，是不是？对对。就是说演员要自己一边演戏一边要带。我们现在刚才在走位，我们并没有配合摄影机。对，我们一般来说，那个我们的摄影师在。排的过程当中就会跟我们讲说，你待会儿那个镜头可能因为我们的现场的那个场景比较拥挤一点，你可能要借一点位置然后走过来，然后你不要挡到别人的那个镜头。对，你们刚刚都不好意思，甚至于还有灯光的问题。现在摄影师没有拍过戏，不是因为他不好意思，刚刚柱子回头看我，他怕带不到我，所以他把镜头拉开变四个。你有在注意吗？你有在注意吗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他移位，他一拉开变四个了。我没有看，你怎么会有空看他？对，我不知道在干嘛。你眼睛一直看我们啊？不会，就像我现在瞄得到你们的 keyboard 在那边打哈欠，然后。我们通常演员最后就是我的眼里只有跟我对戏的演员跟情绪，但是我没有周围的人，可是呢，在我的潜意识里，我知道每个人的反应。他的个性比较急功好义一点，比较鸡婆一点，比较热心一点啊，比较自以为是一点，不是。今日的节目又到了尾声，而到底还有哪些曾经演出过花系列演员来过康熙？穿越康熙，我们下集揭晓。